西北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，培育掌握扎实的经济学、管理学基础理论，具备职业意识、管理能力、社交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，塑造以德培位、具有家国情怀、人文素养、国际视野的商界领袖。专业分设营销管理和财务管理，营销管理致力于培养能与时俱进，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背景下进行营销战略制定和营销策略实施，且能胜任营销研究、调查、策划、管理或创业等工作的行业翘楚。财务管理培养具备会计实务处理、证券投资分析和公司理财的高精尖人才。西大拥有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中心、ERP 沙盘模拟、神经经济与管理等实验室，在西安等地知名企业拥有大量实习基地，现有教师24名、教授7名、副教授10名，博士学位近90%，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达70%以上，多位在清华、人大、浙大、西安交大等校进行本、硕、博的学习或博士后工作者，教师爱岗敬业，惜才如子，涌现出多位省级教学名师、讲课比赛能手等。西大工商管理专业成立于2000年，以国家级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实验教学中心为依托，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本硕博的学位授权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。教师团队主持过10多项国家级科研教学项目或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奖励，出版专著与教材20余部，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，能够将科研课题有机地融入教学之中，培养学生创新、创业、创造力，注重学生身心健康、敬业意识、执行力、沟通协调能力、团队合作能力等素养，至今已向各类企业或政府输送大量高级营销和财务管理人才。